现在中原的第四局来到了 set point 局末点。吴锡钧发球过来，接发之后这边后排，中原有机会把这局给结束掉。吴锡钧在这边界内落地，24-19。现在中原大学在输掉了前两局之后，连续在第三局跟第四局赢了回来，25-23，25-19。这一场109学年度大专排球联赛公开一级男子组的准决赛，要来打第五局的决胜局了。